好，这次赛季会拿到这个东西，因为我刚刚是塞两箱，然后说他们会到一个那个加油站，因为快没油了，他们去加油站找到一件物品，所以就拿到这个。对，所以这个赛季还算不错。那没有遇到过程，就是反正就是到58的时候，他会问你说要不要去加油站，就是前面有个加油站，看他们找什么东西，就找这个。对，这个东西。而且我只塞了两箱哦，我没有塞一，我没有塞满四箱或八箱，我塞了两箱而已。好了，就这样了。看，这赛季还不错啦。我这个就塞一箱。啊，都这个随机事件就是真的是随机啦。好爽哦，真的。好了，就这样，拜拜。